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，还有家长啊到处在给孩子找一些和课程配套的英语学习课程，要真是这样给孩子报课的话呀，咱孩子就彻底学废了啊。这就相当于你在培养孩子一辈子离不开老师的能力，那老师带着孩子读一个单词呢，咱孩子就会读，带他读句子他就会，不带着他他就什么都不会了。家长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俗话说得好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一定要让孩子学会方法，举一反三，掌握正确的方法比什么都重要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自己他慢慢的就可以自主的去学习了，不再需要老师了。我的四合一课程啊，就是专门培养大家的英语学习能力的一个课程呢。自然拼读教会大家看词能读，听音咱就能写，音标呢教大家48个正确标准的发音。那学会了自然拼读，学会了音标，那你拿到任何一个单词你都能自己去读。所以家长朋友们，如果想要系统学习的呀，每天早上的8点，欢迎大家来老师的直播间，咱们一起学习吧。